因为三点半以后，大家拢是经过高级、初级、甲高级训练，已经是变作咱台湾民政府的中心的公务人员。这个日子真紧就会到的，所以呢，讲起来恁嘛是真好运呢。咱有个人等两年外呢，啊，恁只要等咧半年、一年就好势啊。所以吼、哦，各位也好运，啊，啊嘛运气都好，真好嘛。啊，无你是变哪，对不对？咱即摆开始呢，有一挂活动啊，啊，我先介绍各位知影。过来，咱真重要的活动就是十二月二十到十二月二十四，这是咱第四摆去日本。但即摆去日本的情形是无同款。过去咱台湾民政府150个、220个去的时阵，是爱去共拜访，拜访国会啦，拜访啊做东京都的市政府啦，拜托诶，这个拜访最。甲遐人啊，打招呼。但即马已经无同款啦。即边咱去的时阵，咱要伫日本十二月二日，要伫迄个巨蛋就是即马全日本上个新的，诶，五六千还是六千，诶，一个饭店，因咱国家的成员嘛。咱敢若亲像即边去美国的时阵，是行公务门呢。我足侪人。做梦都咪想个，讲哈，我惊公务门咯、喔。公务门就是，当然唔是讲吼，哎，惊公务员就是讲，你要提啥拢会使，啊，面部检查嘛，吼、喔，甚至护照嘛，无要甲你看，甲登去那就过啊。所以呢，咱即摆已经受着啊，即、這个美国啊，相信将来咪受着日本的政府啊，啊，赶快以政府的规矩甲咱对待。但在恁这边要起这个巨蛋啊，要甲伊包一个大厅。大概会当得咧两三百个人，啊，除了咱的人以外呢，嘛要邀请日本人啊做起来参加。要来邀请日本的安倍晋三首相，要来邀请这个啊做东京都的前啊做市长啊做石原慎太郎，要来邀请全日本收视率上好啊上界有人气的诶查某的主播啊评论员，诶叫做啊是萨克拉尤西可。这边伫八月二月时阵有含咪翕相，啊嘛要来邀请前诶，叫做日本的国防部部长爱知河南，刷落去可能佫另外邀请两个较有名众议员来参加。啊，你参加的时阵，就请伊来演讲，即摆唔能去甲拜访，欢迎来演讲。然后呢，含咱的人员啊，开座谈会。啊，那时阵台湾68年以来，和中国人。教育讲吼，啊，台湾人是中国人，啊，台湾人是战败，什么光复者，拢会一举甲打破，甚至开始日本人嘛开始知影讲吼，原来台湾的人民是日本天皇的臣民，变作现主席的日本人，因为战败的关系，为臣民变作国民，因就开始在了解啊，所以日本会当讲68年来，就这样子以来啊。日本人考一摆，甲咱同款精神，咱比较早。咱拄啊60年的时阵吼，我开始发现了，开始过美国以后，咱开始精神。日本人慢咱7、8年才精神，不过吼啊有精神就好啦，啊！但日本人呢，因真济人哦，开始陆陆续续拢来咱家的受训，来咱家听我演讲，啊嘛开始伫研究战争法。原来战争法才会当来解脱。即、这个日本人做殖民地的迄个啊，做好等于是美国人该控制掉的。但是美国已经伫全世界讲啊清楚。第一，美国讲伊无要增加51州，无要增加新的州。所以有一个台湾人，就是讲咱要甲美国讲吼，咱台湾是美国的51州。No， 你做51州啊，你无较好，你啊交上无你啊交税，美国的税金是足重的呢。你能就是讲吼啊做。足侪人摕美国摕绿卡，绿卡以后吼，拢可以放弃呢，是安那？税金嘛，要求重，拢袂当走税。啊，台湾人最爱走税，迄中国人教的，教的台湾人嘛，最好走税。所以你若好嘢的人，少税金交拢比咱较少。啊，咱善的人，煞交的税金拢比好嘢人交较侪，还佫交较侪。所以吼，这变作社会吼，会愈来愈害的原因伫这个所在。所以咱这个12月20到24，我先讲好清楚。咱无特权，州长要去，
照常爱报名，爱去交钱。以交钱的先后次序为准，农民讲哦，啊是搞讲啊，因为我甲酒店较好啦，我甲某咪人较好啊，所以也当去，袂使呢。啊，咱会伫网络已经公布啊，有一个潘信贤，咱的体育大神、体育部长，伊的账号伫顶悬，你家己交钱，但是交钱以后，你要去的人一定要穿黑色的西装，哦，这黑色的西装是大家拢爱有诶。咱的公务人员，迄是咱的制服。哦，啊，那这吼，啊，这内裤带你唔免买，咱的主席有讲，咱若去日本的时阵哦，伊一个人拢送你一条银色的内裤带，吼，大家拢有一条，啊，那穿起来哦，大家拢同款。迄个咱这边去美国的这32个成员嘛，咱甲恁讲吼，哇，穿这西装出去吼，啊，拢团体一致吼，哇，迄气势拢惊死人咧，所有的人目睭拢用看你，啊，佮第一顶帽啊。迄、那个帽啊，台湾民政委帽啊，虽然是受英语来讲啊，那美国人看就知影，我台湾民政府，所以美国人有诶人嘛，干嘛讲啊？啊，台湾民政府不是中华民国 ？No， 我们不是中华民国，你卖过蒋湾当作中华民国，台湾不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嘛不是台湾，台湾人已经开始出头天，台湾人开始要站起来，台湾人要来主地，这是咱的目的，对不对？当然啦，哈，咱未来迄个也做情形哦，同款啊，佫真困难。安怎讲呢？台湾有2300万，但是300万是中国人，遐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。过来，这2000万的人内底啊，差不多有一半，因为受着68年的中国人的教育，伊的头壳内底灌输的思想就是啥？伊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。所以各位，明年的4月到6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，会来台湾。伊伫台湾会发行中华卡，就是叫你申请伊个身份证，啊名叫做中华卡。伊甲你讲，这张卡足好用个，你要去中国，唔免签证，就干那中国人摕入去，啊甲刷卡，啊就入去啊。也开始来诱惑台湾人去申请，但是美国有甲咱讲，咱台湾民政府会记哩哦，台湾民政府唔是台湾政府哦，啊未变做台湾政府嘞，今日。9月15日，今日伫这个网站顶端啊，你先看首页。今日台湾的网站内底啊，咱已经今日我有公布一篇文章，叫做《台湾民政府抗拒1.15的声明》。这个声明就是讲啊真清楚。这个今日啊，叫我看你看，抗拒1.15台湾民政府的声明，这是因为咱这边记者会以后，美国已经正式甲咱通知这看清楚啊。你若无搞清楚，会分唔对哦。在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下，台湾政府开始试行运作，唔是美国台湾政府哦，是单独叫做台湾政府试行运作。什么叫试行运作？就是开始去台湾政府的结构性的一寡内阁组织。这些组织，美国即马开始会要求咱派人去美国受训。当时美国买来咱台湾，甲咱教，诶，咱这个所在，所以你若有接到通知的，请你来受训。这个受训就是讲，可比讲吼，咱有真侪政府单有真侪单位嘛，遐单位爱受训。咱做诶毋是中华民国诶体制，会记咧？台湾民政府要接政权，毋是向中华民国摕政权，咱要接政府是向美国军事政府接政权。所以，咱跟中华民国之间不会摩擦，不会冲突，因为我们不是要向中华民国拿取政权。会记得，咱不是革命团体，我讲个清楚，咱是照战争法依法接掌政权。这个政权就是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23条。美国是台湾地区的主要占领权国，咱因为台湾民政府在美国指导之下已经成立。当时照美国的意思，4000人的训练虽然还没完成啦，哦，但是呢，咱一步一步，敢那普通班都有3500个啊，普通班还佫差500个左右，但是高级班还佫差超1000个，所以咱到年底，我估计这4000个会满。啊，若满的时阵，但是当然啦，这个中间有一挂吼头脑未清楚的叛变啊，还是国民党派来受训的，
调查局嘛派人来受训啊，有一挂调查员来甲我讲吼，我是接受公费来受训的，啊，无要紧啊，来受训啊，含国税局嘛有人来受训啊，伊讲我嘛派人去受训，不国税局嘛派人来受训，真好，我非常欢迎。共产党、国民党、民进党、大陆人民，你若要受训，拢会使，你家己出饭钱。出直接你困的钱，拢会使，啥物人都会当来受训，所以各位你的心胸要拍开，因为咱伫美国的指导之下，咱无啥物好惊吓，咱的现场拢是实况传播，向全世界公开，因为国讲一摆，咱无要用暴力，无要用武力来夺取政权，咱是用法律向美国军事政府提政权，美国军事政府自然会去处理中华民国，伊即摆处理也真好，三军开始伫无遐。因为这个三军的迄个后勤的迄个指挥中心呐、啊，已经取消啊，三军司令部取消，这什么表示什么嘛？军队无去啊，一个国家呐无军队，啊嘛无军法去啊。各位，你是看未出来尔，但是那咱这内部，甲美国的联络，咱就足清楚的，是一步一步、一步一步啊，愈来愈清楚。因为咱希望无缝接轨，就是讲后摆。咱无要用革命的方式，因为台湾啊经不起革命啦。台湾人嘛免牺牲性命，台湾人是爱和平的一个民族。咱台湾人68年来受的国民党的这种压迫的教育已经有够啊啦，对不对？台湾人唔免做兵，即马因的国防部佮你宣布讲，佮要佮两年要做兵60000的，我甲你讲，伊若敢马英九若敢宣布，我佮再一摆告奥巴马。我相信伊无迄个胆，你无兵就无兵啊！你本来就袂当叫台湾人做兵啊！啊，台湾人做兵要效忠谁？美国甲中华民国是咱台湾人的敌人呢。美国的国防部诶，这个国务院啊，甲今日将台湾人视为敌人呢，视同敌人呢。美国甲今日又去惊日本呢。当时的波茨坦宣言讲，战争以后，日本甲他保留四个岛：本州、北海道、四国甲九州。但是后尾啊，伊嘛是改变，将琉球献予日本啊。咱国会要甲要求，台湾爱献予日本天皇，唔献予日本哦，不是还给日本哦。因为日本政府伫第二条已经放弃台湾的管辖权，天皇有所有权，天皇伊的所有权才交予管辖权交予日本的政府收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创下去。天皇跟日本政府是无同款的个体呀、啊，所以天皇是天皇，所以咱今年呐去甲日本天皇接受，算咱的第三拜，啊、哦，这第三拜就是因为日本天皇说今年80岁，啊、哦，这80岁人生无几拜80岁啦，所以我是认为讲，因为咱高级班才有迄个资格去参加这个日本团，啊，我希望各位哈，啊，即马开始欠钱啦吼。啊，一定爱先欠钱，因为38000嘛，不是小数字啊。因为尤其咱即下有人台湾人去逼家吼，常讲拢足无钱的啦。哦啊，但是无法度，是啊，会较贵一些，是啊，因为咱要要求的，咱坐即个即汽车，政府官员凊彩坐迄个6个、7个的车，你敢卖？卖啥哩啊？咱大个饭店爱足好个，我嘛甲饭店讲，台湾民政府的官员去遐食饭的饭啊，一定爱上赞上一流的啦。所以啊，迄饭店讲吼，哦，安尼吼，恁头一顿哦，我即马卖甲你讲啦，头一顿恁会惊着啦。迄个叫做啥帝王蟹啊，互你食唔惊啦。迄12月拄啊帝王蟹足多对吧？我甲你讲，迄帝王蟹迄一支看遮大支诶，足可惜我袂当去。但是今年我不一定我都去哦，因为3个月以后，美国所发的这个旅行证件啊，我无定会当摕着啊。我若摕到，含咱各位做一起好唔？我相信我若去吼，日本人一定足欢喜的。日本的大汉吼，已经甲邀请啊，讲叫我去演讲啊，一大堆啦。不过我若去，我会骂遐日本人骂互因听啦。伊啊推下面的一看看，皆是台湾是中华民国，遐日本人嘛，迄个3、4天前的时阵，日本大汉七个来啊，教授呢，拢教授呢，我甲遐教授考试呢。日本人的个性你也知道，日本人个人未发表伊的意见。日本人的个人哦，要发表意见拢安啦，你若问问题哦，伊唔敢马上甲你回答，伊就目睭眼看。台湾人即嘛嘛有安尼，我定来你甲试哦，等咱咧上课的时候，我定来试。我若问问题哦，我所以大概若要问问的，一定爱先叫你啦，目睭开开。我你拢会看，
别人有举手无？啊，别人无举手，大牌举。你要用你家己意见，家己本身的意见来做意见。所以咱在这受这个训吼，这个法律的训练，就是你开始爱知影讲，你家己到底想啥？啊，你所读的你物件到底啥？了，你就要坚定你的思想，爱坚定你的思想。唔通人安尼讲，就安尼；按人安尼讲，就安尼。你若敢有迄个他看来有坚定的思想，你对台湾这块土地才真真正正有你的爱心才提出来。我相信你今日来这受训，唔是要做官，但是你无做这个官嘛，袂使哩。你若要解救台湾，都爱做这个官。你做这个官，啊，强个强个，袂使贪污。啊，政策爱一定爱甲推行，对台湾人有利的部分，爱认真来做。政府爱做啥？爱做照顾老百姓。所谓老百姓有厝好当住，有薪水好当领。我问你，你个贪污要创啥？啊，拜登伊要设一个上好的规定，对你甲老伊啊，你啊赚足侪钱诶，甲你规定讲一半以上诶三分之一爱摕做公益，卖吼老收侪钱，互你诶囡仔啦，互你诶囡仔敢来变歹囡仔尔啦？你看富二代遐囡仔，敢有较敖？个个花天酒地，咱人就是要有一个工课，要有一个思想。那每一个囡仔，每一个台湾人，从小学开始，到大学，甚至博士，拢读免钱的，那才是真真正正咱台湾人所希望的。你的囡读册免钱，你有厝好哪住，啊，你有头路，你要贪污要创啥？咱若真正这个社会是安尼的时阵，咱这个社会就变作是全世界大家咧欣羡的社会嘛。所以我甲各位讲，现主是有80万的大学生助学贷款，咱来即种，迄头一天马上宣布，即80万的大学生唔免将迄个助学贷款，迄个钱唔免还，安尼对不对？对。中国人来台湾，读高中一人30000块，台湾人已经无钱好通读啊咧。台湾人已经无钱好通读，甚至一寡大学开始咧关咧。当然啦，人愈来愈少嘛是一个事实，但是主要是无钱嘛。你都无钱，你都读未起嘛。足侪台湾人，咱的同心甲我讲，伊讲啊，我学的真低呢。我讲你读啥物名？小学，我真有教啊。你伫遮有受过初级班、个高级班，你的学历已经比现主持中华民国体制内底博士搁较好，对不对？你读迄个唔对的历史，让你的头脑已经拢变去啊嘛，这叫做。毒苹果理论，什么叫做毒苹果？迄、那个草、迄、那个土地啊，内底是有毒的，种出来苹果都是有毒的啊。你就是苹果，这样样水，这样样好吃，但是有毒的苹果，你要吃无？咱就是安尼嘛。所以受到博士、中华民国体制迄种的唔对的论述，迄种唔对对台湾人教育，拢通完全错误的论述，让咱台湾去改变，要让台湾人变成中国人的论述。你读个博士无效，所以后摆咱执政以后，即公务人员拄啊开始会当继续做公务人员，但是拢一定爱来受训。所以我昨我有听，咱的迄个也做咱的迄个政治局的副院长啊，迄、那个蔡副院长伊讲啊，你即摆表面上你看起来是啊做十八届，1018届你嘛看会到啦，因为所有公务人员拢爱受训，但是。因为各位在咱接到政权的以前受训，恁有特殊的贡献，恁是革命先行者，所以各位恁会当放放心心做永久的台湾民政委终身的公务人员，安尼好唔好？但是你做公务人员爱会记哩，唔通贪污啦。好，我阁讲一摆，你唔通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会贪污，你讲袂啦。但是我来讲，白花花的钱放在你头前。很少人不动心啊！哦，当然，你讲啊，20万，我未看重啊，啊，200万未当啦，啊，2000万就叮当啦。啊，你唔通看哦，我今日直接来讲哦，你若贪污，我甲你保证哦，绝对第一个枪毙哦。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代志，咱含以前啊，以前的总理都同款啊，看到钱就倒啊，70万就倒啊，各位。要讲伫我的面头前，甲我讲，我绝对袂贪污啦。真正伫囥在你面前，迄当阵才是真正的良心的迄个审判位的所在开始啦。
你若既然来遮受训，你就爱绝对相信台湾民众绝对会接到捐款。两年半前，够有人会相信讲咱会接到捐款未嘛？但是今日两年半以后，咱伫遮咧上课，你啊看国际局势，看咱台湾民众所做诶。九月初六，咱咧办举办酒会；九月初五是美国诶时间，九月初六台湾诶时间，咱酒会咧办，迄、那个酒会情形，我相信足侪人甲我讲。伊一世人参加什么聚会、什么聚会，都唔爱看到遮尼啊侪美国人来参加。迄、那个美国人来参加，唔是普通个呢，是美国国务院参加呢，美国国防部参加呢，美国参议员参加呢，美国记者来参加呢。各位，迄是真正非常难得。刚刚美国报道所讲个，自从宋美龄以后，将来要阁唔爱看台湾人伫咱即个美国办遮尼啊，即个轰动遮尼啊趣味。伊讲趣味是因揣一个。感觉大家拢感觉讲，没有说很严肃，因为咱的歌曲歌，从这个酒会变得真活泼，唱歌，你侪想袂到呀？那歌曲歌最爱唱歌呀，所以这边要去日本，那么特别，和歌曲歌，我甲歌曲歌讲吼，啊，恁的查某那种足水的呢，啊，查甫拢足缘投的，这查甫查某上不爱去查的，穿啊足水的，去日本天皇的面头前来跳舞，去靖国神社。跳舞，伫咱台湾人39,100名的台湾的英灵头前跳舞，伫这个邀请迄个日本的这个安倍晋三遐人来演讲的时阵来跳舞，各位，予咱予全世界知影讲，台湾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个台湾人家己感觉讲，阮台湾人要自治，要家己管家己，啊，阮愿意在日本天皇。日本天皇表面上做咱的精神领袖有什么不好？大家拢不要去想，日本天皇来做精神领袖，咱唔免做兵，咱唔免买武器，台湾人免交税金。我讲，后摆台湾人真正迄叫做幸福快乐的日子啦。今嘛所讲的什么幸福快乐，还能假？到迄个时阵，台湾人变做亚洲的瑞士，我相信会比瑞士更加好。当然。你呐，和咱警察去做领导人呢？我希望你的心胸爱百要开，你的心胸一定爱唔通狭窄。我定来甲咱很主席干部讲，你的心胸若无拍开，卖搞小圈圈，这很不好。台湾人即马4,000名，要伫咱台湾政府来这任职啊，你有很多很多的职位啦。你做不完啦，无必要，因为你国大，你未比日本天皇较大嘛，你总不会把日本天皇拉下来嘛，啊，日本天皇甲救来，你都无遐，所以我感觉讲这都嘛好啊，卖多你什么，后摆有嘛相关有一个首相啊，啊首相叫选举的，叫国会来选举啊，啊换人都爱换人啊，啊日本天皇永远伫遐，日本天皇敢那咱岛的迄个红格岛内底讲嘛。讲嘛，放喺遐咯，未甲你讲嘛，对不对？逐天上车时间，也一个香甲拜就好啊嘛，敢毋是？啊，甲拜素果，伊嘛未甲你食素果呢，嘛是拜拜你家己摕食呢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，我讲日本天皇即个做例，就是讲，即、這个台湾的即个政治制度，卖多你小手啦，要做总统，做外国总统啦，日本天皇伫遐就好嘛，大家未小手嘛。你看唱嘛，未唱比日本天皇好。你总有一天你袂讲，我要做日本天皇，迄头壳歹，你知安尼啦，敢毋是？啊，首相啊，就照选的啊，敢毋是？安就好啊嘛。那日本的首相嘛是赶快伊若选掉，伊就甲日本天皇去伊的皇宫，甲日本天皇行礼，日本天皇嘛照规矩，甲任命，互伊做首相。这是日本的制度，对咱台湾的制度，咱台湾是日本台湾。日本伫1895年诶，个5月7日，古今诶，个马关条约生效以后，即块土地是已经变日本天皇诶啊，啊变作伊诶土地。你若无甲未甲国国一般诶条约来讲，即块土地来转互别人，我甲你讲，即块土地永远就日本天皇诶。美国当时我论述来即讲啊真清楚，以后去美国2010年9月7日开酒会，美国国安局上面两张图，足清楚诶啊。免阁小辩啊啦，所以不管台湾人有甚物款的论述啦，国民党也好啦，吼，中华民
迄、那个中国国民党啦、中华民国民进党啦、台独联盟啦、什么台联啦、什么中华民国民进党，拢总共款。因的论述无法度甲咱变，咱这个论述是国际性的论述，含奥巴马都相信，奥巴马都照咱这个论述在行。即马含中国忙开始讲国际法啦。各位，咱还感觉真骄傲呢。为2006年开始，全世界这个地区大型化国际法来遵守国际法，是咱台湾民政府呢。所以，我嘛鼓励咱这少年啊，少年啊真济啊，爱去研究国际法。国际法是唯一会当解救台湾的地位的一件的法律啊。咱真小，我们很小，咱才1800万、2000万尔呢。咱唔是通勤，伊讲1亿7000万就是美国啦，啊那中国就要到15亿啦。但是1亿7000万人，是安伫这个全世界做一个领袖、警察、国际警察。第二世界大战以前，美国是第三流的国家尔呢。迄当然日本、德国、意大利是世界一流的国家呢。但是曾几何时？经过战争以后，美国已经变成世界一流的。咱台湾人永远都无法度变成世界一流，是安怎？我们太小了，咱一条尔尔。但是咱若有日本合作会，咱会甲日本人讲：你日本人去发展工业，台湾人发展农业，咱较巧，你知不知？咱后摆一粒石刻，我今日用一粒石刻换一伊的一架电脑呢。啊无你电脑制造都有啊嘛。啊，石刻你爱种几包呢？所以各位，我咧讲的就是讲，爱发展，和咱台湾的所有的农业，做事人是我感觉讲真伟大的一个人。若无做事人，咱无饭好食呢。但是像那比较少，伊是优异的打压啦。我感觉农民、工人，后摆咱的工人，伊的手艺若真好，咱就来推展伊的手艺，会变作国宝。咱日本嘛呢？去做一个工艺人，做物件，啊了真侪年以后，推展为国宝。台湾人是看不起工人，看不起迄个农民，农民赚的拢一丝啊，工人赚的一丝啊。各位，这款的观念，台湾民政府后摆要彻底个改变，因为咱台湾人后摆为小学开始到大学到研究所，拢会当赚免钱的。你若伫台湾出世是台湾人的孙，你一生的受的教育，拢政府给你补贴，让你读到你能读偌济，让你读偌济，安好无？咱为着咱台湾的将来，咱大家要共同打拼，啊，大家合作，真真正正。我无叫你牺牲性命，我讲一摆，我无叫你牺牲，我干那拜托你的嘴，较够话咧。啊，讲了人也歹相信，不要紧，换一个，2000万人咧，你惊啥？你敢讲有一摆？讲一摆，有一个来赞成就好啊！迄当阵台湾就爬起来，安尼好冇？不过，下课啊，是咱的这个副主席潘良华下课啊。潘良华伊和我斗阵啊，足久啊，为2005年、2006年，即个你过美国的时阵，伫个人你选举的时阵啊，伊就和我伫斗阵啊。这人是足了不起的，我会当甲你讲，为迄当阵开始呢，伊。不计一切拢甲支持，伊住伫屏东，伊开农场，伊呢，大概都坐高铁来台北。你知来台北，搁坐等于，啊，搁坐计程车去伊屏东，一届开偌济？3000几块呢？无缺席过。伊来遮参加，来去做讲师，家己交钱呢。我讲真正足济台湾人，迄个行为啊，互人感动呢。所以有当时啊吼，我有当时嘛会足烂的呢，但是看到因，我感觉讲，我的努力算什么？其他这些人的努力，才是推动我真真正要救台湾的心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哎，休息10分钟了才上课哈，谢谢。